我也是要讲，讲烧包后面炒。没有啊，不知道都是你对，就是现况就没有没有。抢救人为原则，因为还有人没有出来，有一些员工已经送医院的，还有一些员工可能还有在里面还没有跑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赶快找一些相关的方法来抢救人为优先。谢谢董事长。抱歉，我再问一个，因为你刚刚说6点多左右，那时候在爆炸之前有接到什么讯息？很抱歉，那个我们是发现说有烟跑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处理，然后隔没多久它就产生爆炸。哦，哎，它是什么气体？不是气体，是一个粉尘嘛，应该是粉尘啊。我现在知道的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还需要在事后再确认。那我